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的师弟左立老师。老师，这个牌给面子了，哥，牌匾都拿过来了，牌匾都拿过来了。哇，我觉得真的是左立老师好久不见，真的是一点没变，牙齿硬啊，牙齿硬，依然颜值不减。是的，是不是？老师，你今天素颜吗？ 哎，对，是素颜，素颜，一起来就知道。昨天都没洗澡。哎呦，真的，那梨园一点。<笑>好，左立老师，那是请问一下，今天带来是什么礼物呢？是一块不锈钢的牌匾，祝愿我们所有分贝再出头的朋友们，永远爱情、友谊还有事业永不生锈，然后坚如磐石。哦，寓意非常的好。 但如果属于那种没有爱情的人怎么办呢？就是那就也永远单身了。不，那不，等我谈了女朋友再说，行不行？也永远单身了。